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瓦塔鲁比。今天继续玩洛克人 X3 哦。那上次我们打败了三只魔王了，接下来就是会继续进攻这个八大魔王。那可是呢，这个在洛克人 X3 的整个关卡设计上面哦，它的顺序上面是非常重要的。还有，因为上次有出现两只的魔界警察嘛，所以那两个是多普拉叫出来的帮手。那两个帮手也会在等一下的关卡当中，不知道在哪边会乱入这样子。那还有一个是巴巴也会乱入，所以呢，在这部分呢都很重要，因为它影响的之后你会可不可以拿到这个隐藏武器的一个重点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接上次的记录开始玩。选择 Memory Card 的第一张哦，就是我们上次的记录。老游戏的读取会稍微慢一点，所以大家就是见谅一下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是从犀牛要打这个鲶鱼。那鲶鱼这个动画也是蛮有趣的，可以看一下。我觉得他看起来很像安西教练啊，非常非常有喜感的一个魔王。他连出场都还蛮滑稽的。电气鲶鱼哦，好，电气鲶鱼。OK， 那读取比较久，不好意思。好 ，OK， 我们前进。这个没办法打啊，靠位，靠位。那这边下去会打巴巴，所以我们先不去打，因为巴巴最好是用特武打他，这为什么要这样呢？之后再跟大家说了。好。哇哦！因为我想要，拼满血啊。好，没有被打到满血的状态下吃到那个补血的话，可以补到医罐里面去哦。好，那我们要拿一下这个爱心，所以我们上来。这个是爱心，这边有这个爱心可以拿。我要跳上来，比较不会死。有这个脚步装备，比较不会死。好，哦 ，OK。我这要小心一点。我有啊！我干，还是被打到了，妈的！他那个有延续效果，所以有点麻烦。这上面有这个身体装备啊，可是我们现在拿不到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拿不到就先不上去了。机器有点久哦。好，一定几率会遇到这个多普拉的那个警察。哎，没遇到，太好了。那我们应该可以顺利的过电气鲶鱼这一关。
哇哦，干，被打到，我想上去看一下。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？喂，啊，这可以叫机器人。算了，我现在一个机器人都没有。这一代会有那个特殊的机器人哦，那也是算是这一代特别的特色，很特别的特色。哦哦哦，干，还是被打到了。好，这边有电，所以要小心。我干，妈的，还是被打到。这边应该魔王了吧？对，差不多了。这个魔王怕电钻，犀牛，钻死他。哇哦！靠背。可是我觉得好像也，他被打到那个血丝的不够多。这样超浪费特务。哦，应该快死了，快死了！哇靠，没特务！哇，现在没特务有点惨，死了，靠呗！哦，这个死法有点不太甘心呢。用光光干。他没有帮我补回来，阿内西啊，死了死了死了，打不赢了啦。应该先用这个洛克炮跟他拼才对。我应该刚才先用洛克炮啊，算了，没有想那么多。这个时候就可以对付他，有点麻烦了。你看，这时候就麻烦了。求啦求啦求啦！死了死了死了！哦，我没想到打他特务浪费那么多，这样打不赢欸，我可能这一关要重来了。哦，自杀重来好了啦，麻烦。
看他这个时候用特务打他，就可以制止他这个效果。对，就没办法。他也一样，就是说你用完特务没有补回来，基本上我这边就是空的。你看空的，没办法用，死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就等下次机会再回来，再重打一次。抱歉啦，没算准。啊，这不看啦，这重来。这次应该就可以顺利打赢。因为其实洛克人血有点少啊，在刚开始的时候。好，那我们打快一点。好，知道，补进我们的衣冠里面。好，那因为其实该拿都拿了，所以在这一轮里面呢，我就会打快一点。但我不知道有没有一定几率遇到那个，就是魔界警察哦，多普拉派出来两个帮手。希望是不要遇到啊。死掉之后衣冠是不会归零的。敢遇到了啦，好烦啊。好吧，遇到还是得打。他名字很难念，所以我懒得念出来啊。对，超难念的。不管了。欸，拿他特务打他好了。哦，也是好难打哦他。好，没关系。我有点卡关的感觉啊。掉宝率也没有很高，我应该有一个衣冠快挤满的感觉。对，那个逃不了了，所以就一定要打。我靠！这一代算难易适中啊，也没有说特别难啦、啊。
所以有时候就是没有练习，就会比较麻烦一点。来来来来来来，他名字真的不好念哦，非常的不好念。哦 ，OK， 那我们用这个特务。他其实特务也不好打，等一下我补个血，至少先过。好，死了。欸，我应该有顺利的打败他哦。这样以后我们就不会再遇到他了，那就是会再出现另外一个大胖子的。好，我们顺利的把他干掉，他没有逃走，我们用特务打他，所以就有顺利的把他打死。好 ，OK， 那就继续。衣冠用掉是没关系的，因为鲶鱼我知道怎么打了。先用洛克炮，再使用这个特务就好了。交叉的使用，这样特务才不会用掉，用光光。都没给个补血，可恶。好，魔王到了。哎，好，继续。哎，我这一条，我还有一条命码。OK， 打打看吧。感觉是还好，这个时候就是用特务钻他。啊，这边用特务好了啦，钻他就好了。应该这样就赢了吧？刚才没抓到诀窍，这次有，耶，赢了。先用洛克炮打，然后再用钻子钻他，这样才不会比较省啊，你就省特务啦，一定要省。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有时候使用特务也不能太浪费，要看时间，对准时机才可以好好利用这些特务。好，那我们打败电气鲶鱼，我们终于得到他的电气鲶鱼的特务喽！哦，三角闪电，三角闪电 ，OK， 有这个三角闪电，我们就可以再对付下一个魔王。那鲶鱼，接下来就是打这个龙虾，龙虾，打鲶鱼打龙虾，就是他啦。哦，龙虾，我们看到这个龙虾在海底啊。
那他的武器是这个剪刀。好，那继续哦。哦，我们在这个高空上。哦，这可以叫机器人，但是我掉下来嘞，妈的！哇，这一关的音乐超怀念的啦！啊、靠背啊，是在难打什么？这边在干嘛？哇哦！好吧，直接下来。有缺的东西以后再拿吧。应该不能下去吧？哎，可以。这要用什么打？砖子吗？哎，不行。代表啊，我知道了，可是我不能打，算了，没关系。有些时候还是要先走。这边应该不会再遇到吧？好，没事。他这个就是有一定几率遇到那个魔界警察的第二只哦。那因为我刚才才打死一只，我现在应该是不会遇到。哦呦呦呦！这个，哦，这个不要进去哦。这个是打爸爸的。可是我虽然也，我应该是有他的那个，算是我留到最后再打好了。留到后面一点再打。哦，欸，等一下哦，跳过来。哦，这也蛮麻烦的。他只有肚子可以打。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嘿，跳下去哦。哦，有命。可是我现在拿得到吗？拿不到吧。算了 ，Go。喂，可以上去？哎、欸，感觉有那个空间。整个不对劲了，空间被翻转了。难怪觉得怪怪的。哎，魔王了，魔王了。龙虾，我先拿到他特务再说。用电，我记得是用电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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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哇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不行啊，这样会死。我干，真的死了。
他那个有延续效果哦，天哪！不行不行，这样我等一下又会沦落到没特务的状况。稍等一下，哎呀，算了算了，还是赶快把特务叫出来好了。我靠！哦，十帅哦，差点又被干掉，太可怕了这个。好，得到他的特务哦，龙虾的特务。好像是一个旋转飞刀，没错 ，Spinning Blade 就是一个旋转飞刀。好，那打完这个龙虾呢，我们就可以去打老虎啦。他的特务就是克老虎的。这老虎的出场，在一个电子树的森林里面，那个树都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树了，都已经没有植物了，全部都是机器树。好，这个猛虎啊，非常的厉害，他的那个特务也蛮实用的，很像机关枪一样，印象中。哦，蜻蜓可以踩。哇嘎嘎嘎！算了。哦，上面有一罐。哦，好，上来了，得到第三个一冠哦。从背后来，卡路的，哦，小心，这个应该也是要用，有些时候要集气耶，我现在也没有办法，应该进不去才对。哎，可以耶，哦，可以可以。有办法钻过来。哦，这骗我下来。好，我们要来取得下一个装备了。这应该是手部装备哦，
那有这个守护装备，我们就可以把特务做个集气，所以会比较厉害一点。不但集气会更厉害，特务也可以变可集气模式。好，我要进去拿守护装备了，莱特博士，谢谢你。应该是，没错。他会自己展演一遍给你看。哇哦，帅！洛克人 X3 的守护装备其实还蛮屌的。那攻击力算高哦。可是比较麻烦啊，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让它结合的话哦，就会我怎么跑下来了？求啦，我应该去御守才对啊。走错路，我刚才从这边进去吧，要从这边下来才对。连爬楼梯都变快了。中头目，这种类型的中头目还蛮多的。爆了爆了爆了，我发现变二段是不是那么好用因为它要结合才可以变比较强，如果你像那种比较需要速度战的哦，二段式就有点麻烦了。我爬楼梯变快了，就不要急到满，这样就可以射了。别人说你集气要自己抓那个，抓timing啊。血不是很多欸，命剩几条？我看一下哦，零条，没命。哦，最近都没有，我都没有叫杰洛，有点把他忽略了。哇靠，那这样打得赢吗？给个补血吧，哦，
哇，那个会把地板弄得会让我受伤。我已经快死了。有一个爱心，非常好。可是我大概会输吧。好，我用这条命拼拼看啊！我知道他应该是用这个啦。好，我们机器，这样就可以使用大绝特务。哦，死了啦，没命了，只能再一次了。好，没关系，冲着他的特务好用，我们再忍耐一次吧。看掉，刚才看过。欸，我叫杰洛出来好了，因为杰洛可以帮我挡一下。今天都没叫杰洛。为了拿杰洛光刀，啊，至少这个可以拿来补吧。好，叫回 X。OK。哦，是不是？啊，一次只能一关只能叫一次哦。好，没关系啊，我用掉了。唯一一次的机会。哦，还好，我的手够快。OK， 靠靠靠靠，被 K 到。血有长一点啊。拿到手部装备，你那个爬楼梯也变快。爬楼梯变快还蛮爽的。好，这个我们去过就不进去了。哇！我没拿到，干！我要上去吃啦。哦，好难哦，可恶！哦。中投木，好爆！他血没有很厚，不然就有点麻烦。还好。哎，大补哎！
没东西。哦，这个是蛮麻烦，又被 K 到，妈的！哦，魔王到了。哎、欸，不是，这边应该就是那个中头目，不，那个魔界警察会出现的地方、哦。这种怪物还蛮讨厌的，会把地板咬成尖刺。他把地板咬成尖刺，你就是会受伤啊，所以就是小心一点。那上面有心爱心，我们已经拿过了。OK， 直接进去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有什么装备？怕的是这个嘛。好，跟他拼哦！我的血应该够用。哇吼！哇靠！好痛哦！太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不行不行，他的那个太痛了，太那个我等一下躲一下。我靠！他掉下来，顺便打我。哇，那个好痛，不行。没透，靠！危险了，危险了。危险了，我要重来了，我。哦、好难哦！等一下，尴尬了，不好打了这个。哇哦哇哦哦！尴尬尴尬！哦，又被打败了，再一次哦。再挑战一次。哇，我没想到这一只老虎难度这么高。那个特务也不是直线发射，所以就是有一点要绕一下才打到他。
哦哦。这样等于都没补到一罐，哎，真是有点浪费。好，中红。好，爆爆了，爆了爆了！哦，小补，不无小补。好了，我们又回到老虎了吗？哦，不是不是，是中统，那个可能是出现魔女警察的那种中间的关卡，可是没事，我们继续玩下去。哦，这个不能。就算了。先去打老虎喽，被他干掉好几次了。麻烦，我用这个好了。哇靠！要补吗？死了，我再试一次。好，进来。哇，他那个好好痛哦！再补不满，好危险啦！危险啦！危险啦！
好，剩两滴，剩两滴，我应该有机会。好，十哦，终于打死他了。要是我血长一点，应该就是不会这么凄惨。OK， 我拿到他的特务了。很像机关枪欸 OK， 蛮喜欢这一个特务的。好，打败他咯。接着就是打这个甲虫。那我们爸爸留到最后再打，这是甲虫。哇，看起来很威啊，出场的方式很像超级英雄。重力甲虫，哟，解决它，先解决它好了。小麻烦。哦，这个怎么拿？看得到吃不到，想个办法拿。哦，一直没办法上来。还真的要等其他特务拿到吧？回力飞镖吗？不是啊，好，没办法，算了。那就先暂时不拿。有些东西我也要回忆一下才知道怎么样。哦，这有点烦。好，血剩很少。哦，终于要拿到第一个机器人了。我们拿到机器人之后就可以呼叫机器人。洛克人 X3 的设计方式哦，就是不让你一次玩完哦，他要让你一直回去其他关卡，然后来拿一些特别的东西，所以它设计游戏性非常的足够啊，就是说它不会让你，顺着这个八大魔王的特务就把所有东西给拿到。
那重力甲虫，我们刚刚拿到的是这个嘛？那今天等一下就来拿打重力甲虫。我让杰洛出场的次数有点少的感觉。杰洛在我这玩 X3 好像打酱油的，几乎没出现了。好吧，没办法补了。哇，这里真蛮好的，丢一条命。又给我补一罐，我觉得他对我好好。魔王到了吗？还没吧。OK， 叫机器人，终于。这应该站上来就会让我选机器人啊！你们看，怎么不理我了？喂，好，有点尴尬，也不是这样叫。好了，没差。找机会研究怎么叫机器人，有点尴尬，叫不出来。照理说是站上去就可以选才对，还是要按什么东西？这次好，魔王到了，先打魔王再说。机器人我要稍微研究一下，为什么我刚才叫不出来？好，先打魔王，甲虫。对，用这个射他。这甲虫，还蛮简单的，它就是一直撞地板，然后朝我前进这样。好，胜利啦！
哇，一个重力的一个黑洞。OK， 完成。好，剩最后一只，但是我们现在不去打，我们现在要先去其他地方拿东西。千万不要现在打，因为该拿东西是现在要去拿。我们到鲶鱼那一关去打爸爸好了。哦。我们进到爸爸的关卡了。希望能顺利啊。电梯往上。好，过来。喂，有满吗？有一罐满的，帅。终于来了，我们的宿命的敌人 ，Vava， 霸法啦！哦。干，好好好伤哦！我在干嘛？被弄！我在摸他的那个攻击模式。不行不行不行！我用打他特务。补血好了。好，快死了吧你！帅啦！还有，哇，他两段，妈的！我忘了还有两段，我死定了哇！我只有一罐一罐呢，死了啦！我妈的！啊！可能要下次再挑战爸爸了。哦，真不顺。好了，下次再挑战爸爸吧。我现在可能要去自杀了，这样打不赢。那我先去水牛关拿那个爱心好了。
就应该站上来就有就可以呼叫吗？超怪的。哦，没关系。有空再试好了，我先来拿这个。打 buff 要两段式，所以要先把一罐准备好啊。拿到，嗯，怎么那么滑啊？我靠，他那个滑是直接跑喷掉。哦，算了，上不去。OK， 死亡。哎，好，拿到爱心之后就这关好像就没什么特别的。想在这一关刷一下一冠呢，我看一下，然后再去挑战八法。哇，现在开灯了。八法应该在这里也有啊。对啊，你看，现在就是先不要乱打最后一只魔王，因为我们要拿这个杰洛光刀，一定要用，一定要用。特殊武器打败 buff， 其他方式都没办法，所以呢，就先刷一下一冠。这边就是稍微小卡关啦、啊。哇，我靠，被打到！我觉得这地更滑嘞。
霸法是稍微有点难度，所以我想要去霸法那一关刷一下我的一冠，比较有机会一点。他那边比较多补血可以用。好，吃。反正应该也打不赢啊，最好是存到两冠以上的一冠再来跟他打。他攻击力很高的，可是感觉这样也可以打，也可以稍微削弱他一点。体力，我保险点还是要存多一点一罐再来打。哇，死了啦！不好打，真的不好打。存两罐再打好了。哇，球！现在就有一罐了。有两罐就比较容易。我可能再死一次才有办法存到第二罐。有点太久没玩了，所以有一些小细节都忘了。好，干掉。死了。再次。我们还是到水牛这一关好了。然后比较好集我们的一关。我把那个叫出来。杰洛。前面至少不失血嘛，
杰洛光刀。好，换回洛克人。这样我有几罐一罐啊？存了两罐。这个是冰球，好，进到 Vava 的关卡。哇，干了，被打到。好，被 K 到。看一下，哎，第三罐哦。搞不好其实两罐多就可以打败他了。再一次试试看，利用这样的方式打。好，其实也快打赢了。把他从机器人上打下来，他这边的时候反而比较难。抓他那个攻击模式，大概知道了。哦，还是被 K 到，妈的！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应该可以补到第三罐了。哎，第三罐还差一点点。满 ，OK， 那我们就直接来挑战爸爸了。我三罐、一罐都满了。好，剩一条命 ，OK， 三罐、一罐都满了，稳赢了啦。照这个方式应该可以很顺。这速度要快一点，有时候他过来的时候你要赶快躲，有时候会失误了，就被 K 到了啊，就像这样。嘿，哇靠，这样我被
等一下。好，这个时候就是用这个特务了。哎，先不用好了。哎，我现在补个血啊，三罐一罐，应该是 OK。最后死了再用特务，快死的时候再用特务打。这时候要补血，好，改特务。好，用特务打死了。OK。哦，应该是爆了，确定他爆了。不是逃走，是爆掉。那爆掉就可以拿到那个算是劫落光刀的第一步骤，所以一定要把它打爆。OK， 我们过了，太好了。哇，还有这个倒数啊！啊，算了，算了，我要走，我要走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哇，这有点麻烦。啊，快快快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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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下次我再研究一下机器人怎么叫出来哦。哇哦！这十秒钟，我错是。OK， 出来了。哇，好惊险啊！耶、yeah, ，我完成了八把关卡了。我再研究一下机械怎么叫，有点忘。没关系，今天我们先打完八大魔王。你看，接下来这个不见了，八把不见了，太好了。今天任务就打败八大魔王就好了，然后完成了拿劫落光刀的第一阶段，就是使用这个特务打败这个爸爸。好，我们过关吧。基本上也可以用那个逃离工具啦，因为它的 X 的逃离工具是内建的，不过没有差。OK， 打黄蜂喽！哇，这个黄蜂非常的开头动画也是蛮神秘的。完成，动画完成，有点卡，没关系啦，这个是旧游戏。哇，这关音乐好紧凑。靠，一进来就被 K 了两个飞弹。
还是我那个要再研究一下。好，没关系，先离开。先把巴拉魔王打赢再说。哦，好。中头目，这有点像什么雷射光线组成的一个魔王，也不知道怎么打。好，挂。他这个中头目都没有设计的太困难，就是一般的打法就可以把他打死。哦，好，应该是要用什么特殊的方式把它打爆。哎，新包，太好了。魔王了吧？还没啊，这个我知道了。这一只，第二只魔界警察。哦呦，他怕什么啊？看一下。怕这个嘞，砖子吧？哎，好像是砖子。扣比较多。我先死了，靠腰。果然，再一次，太轻敌。直接滑过去了。没关系，我知道他的弱点了。今天应该可以顺利把他打败。哎呦，补个血好了。
等一下，这个好，再用这个钻子钻它。好，因为一定要用钻子打它，它才会死啊。他们这个都一定要用特武打，不然的话他会跑掉，应该是这样。好，完成。第二支的这个多普拉的魔界警察被我们打败了。好，可以过了。哦、oh 欸，这不能上去啊！魔王到了吧？看，可是我好像没命了。零条，妈的！我先试试看好了，应该是用这个打。好，我可以补血，因为我觉得它蛮简单的。他特武算打他好用欸，你一吸他就没办法动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把他打死。好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，要死了。耶、yeah, ，打死！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进度就是打败这个八大魔王哦，太好了，终于又完成了一个打败八大魔王的进度。这个就是黄蜂的武器，这个塑胶炸弹、塑料炸弹。OK， 那我们八大魔王都打赢了。哦，这个老头是我们的博士。那基本上打完八大魔王，那个。多普拉的魔王官就要出现了。好，西格玛要出现喽，就是接下来要进到西格玛宫殿之类的。就洛克人的流程都是这样嘛，八大，然后再魔王这样，最终魔王。这个音乐有那种很有那种胜利的感觉。OK， 那我们打完八大魔王，好，出现了，终于多普拉关卡。西格玛，这个多普拉的第一关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进度就先到这里好了，我们要先做个记录啦。哎、欸，
好，那今天的进度就到这里咯，我先跟各位说声拜拜咯。好，拜拜拜拜拜，今天的进度就打完八大魔王，那下次我们就从这边开始继续往下玩。那我会下次回来，我会先把一些隐藏要素跟该拿的道具先顺过一遍，那之后就直接进八大魔王，直接进西格玛宫殿多普拉的关卡了，那直接就是直接把它破台。那先到这里咯，各位观众就拜拜咯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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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